第五组转身推掌玉女穿梭。转身推掌，当左转身时，身体重心应稍移向左腿，转身后重心再移至右腿。重心移动要柔顺灵活，向前推的手臂应屈臂，肘低于肩的同时，小臂及手腕外旋，手指朝上推出。定势时要沉腕，这样就不会出现手腕软塌无力的毛病。玉女穿梭，上部平摆掌，根部平出掌，在上部呈弓步架推掌要同时完成。上部身体微向右转，带动向右摆掌，根部时身体微左转，带动两手臂向后左上方运行，这样以腰带臂形成了一个整体。定势时要松腰松胯，使臀部下沉，并使后腿微屈，使上体正直不前倾。转身推掌，撤步举掌，转体屈肘，上部收掌，根部推掌，转身举掌，上部收掌，根部推掌，玉女穿梭，转体伸掌，收脚下捋，上部捧臂，根部摆掌，上部收掌，弓步架推，扣脚落掌，转体磨掌，收脚下捋，上步捧臂，根步摆掌，上部收掌，弓步架推。